那我在这部电影里面，就是饰演胡健，在我们这个队形当中是属于 com guy， 他是负责联络接洽，然后我的装备呢就是有对讲机，因为我在这部电影当中，就左眼受伤了，经过手雷轰炸之后。 然后，即使左眼受伤，你还是要作战的这个状态，一面顾及这个表演，然后一面顾及整个 daddy 哥该要有的东西，然后还要在一个很暗、然后看不到的地方走来走去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是蛮挑战、蛮难的。 Romeo, my foster. This is Echo 7. We are in hostile area. Request immediate evac. Yeah.